很精彩的看力在背后，霎眼要灿烂到隔五秒先懂拍手，睁不开眼的梦幻在眼前，等日挂仍然自我充电。终于准时翻次啦！地球大节奏俾外军。我咧就一分惊嘅啫，系有努力喺花姐面前营造一个乖学生嘅角色嘅。咁乖学生系从来都唔会惊训导主任噶嘛。好笑嘅，啲人话。花姐就偏袒我啦，嗯，系啦，都想讲，系咪啊？系咪啊？但系咧，其实但系啲人咧话得我最多咧，就系我呢个节目度隐形，节目嘅镜头其实我都唔系经常出现，即系就算爆房啊，又好少去到轮到我啦。冇惊过花姐，我花姐做眼内，错错啦，即系我会好在意佢嘅每一句说话，虽然佢即系佢最恶都系话你真系好样衰呢个事，或者你样衰咗呢个事，我冇一刻。话要觉得我在花姐面前我要我呢下要 charm， 我又想 charm 到佢，但 charm 到佢唔系我想靓仔啲外表，系嗰个表演嘅嗰个自信。我惊花姐系惊三分嘅啫，其实私底下并唔系咁恶嘅一个人啦。系啦，我觉得好多时候佢为咗节目嘅需要，佢要营造一个佢好严嘅形象俾观众啦。几有经验嘅 MC 都会好认真对待呢个 full dress 噶，跟台边。我未见人嚼住香口胶行出嚟噶，点解要嚼住香口胶行出嚟咧？你已经迟到，跟住仲要唔熟，你估我好想 cut 你哋走嘅咩？我想话你个个都系我仔嚟噶，我完全冇一个想死嘅你哋。佢呢啲严厉嘅说话嘅行为，其实都只系想我哋更好咯。咁所以我觉得唔需要惊佢咯，系啊，好惊佢又系。想問一下你哋有冇話想同邊一個明星或者歌星合作咧？胡彥邦、張國榮，估到你啊！佢哋係喺香港嘅史上，香港嘅樂壇娛樂圈上面都係一啲好 iconic 嘅人物。香港嘅話，我想同陳奕迅啦，張敬軒啦、最想其實就係同陳奕迅合作啦，因為其實我都好中意陳奕迅嗰個。